英文名字 Ken 的含义是什么呢？ A. 忠诚且纯净， B. 花心且肮脏。这太 personal 了吧，太 personal 了。这位这一题是针对我吗？前天要叫 Ken 又不是你一个人帮你宣传呀。你选 B 而已，只有我选 A。 Yeah. 那看来我要赢者全拿了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3月4日起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 中广核糖转达人崔迪金。